而且每次都是7:48。有没有可能他是帮助他的呀？因为他不是在做这个器官移植的这个。这么慈善啊。我们来把那个想到的线索说一下吧。首先我们确定的是什么？首先我们确定的是他们需要钱，对吧？因为王军他爸肾衰竭需要动手术，那他跟斧头资本也借钱了是吗？还是他跟李辉借的钱？他跟斧头资本借的钱。斧头借的，斧头资本借的钱。李辉给他20万，他就拿那20万就还给斧头资本了，然后这个行为不断的在重复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李辉为什么要给他钱的原因是什么？然后我们还是没见到他老婆。有这个保险合同，然后受益人是妻子，然后呢，他现在的死我们还不太确定。你得找李辉。嗯，这个借贷公司啊，这三个地方，先找他老婆，我们可以打给他。你已经拨了，好好好，那你公放。他会接吗？不是，这个不是有地址吗？哦，真的，56大道60。哎，可以哎，隆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。斧头资本在哪儿呢？有没有他们的单子什么？有欠款单在外面。哦，有吗？有，有地址。所以那我们就只有两个选择喽。一个是技术公司，一个是这个，嗯，一个是斧头资本。那其实这样，我们分头也可以吧？可以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就兵分两路嘛，对吧？ Okay. 我觉得峰哥带一队，我带一队，然后你们去斧头那儿的话，我们去斧头，你们去。我们去斧头吗？我们要不去？我们真的？我觉得可以。你去跟那些人交涉，我觉得可以。你应该很有门路，你知道吗？能盘，那我呢？我觉得你更要去，因为你长得漂亮，你可以什么东西都好说话，我跟你讲，而且不会有什么暴力冲突，因为你在。那你呢？我陪着他盘。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这个任务的关键是在请教现场。不要这样。那咱们就去生物科技吧，好不好？加油！他变相的说我们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记得关门啊！你为什么要动我的陀螺？是你先动了我的陀螺。还在弄。你为什么要动我的陀螺？是你先动了我的陀螺。那我们走吧，先走吧。